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凯，欢迎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今天我们要来抽卡，那在今天呢，大奖加倍。好，原本1%变成 2.5% 的几率，那其他两张大奖也都各有 10%， 所以中到大奖的几率总共快要1/4，22.5%。好，非常的高。那我们就来为大家示范到底多少抽可以抽到这次大奖。好，那这个账号的主人他说，他只要得到迪迦跟欧布就好了，因为他只差这两张。那我们就直接来抽吧。那今天只有，今天是加倍。对，那如果说你要等到下次加倍的话，听说卡池快结束之后还会有一次加倍了，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是不是一抽入魂，一抽大奖。没有。好，那我打算前面几抽啊，前面五抽先来一抽一抽抽，来给大家看看几率。如果运气够好的话，应该有大奖吧？都提升到22.5%了，不会抽不到吧？好，这个头上发光的嘉雅，基本上要中到次大奖，要么就是发蓝光，要么就是发黄光，只有这两种选择。然后黄光带彩色的才会有大奖，所以你只要看到其他颜色的光，哇，基本上都凉一半了。可是这一次大奖加倍，前三抽没有比较好，希望后面会好一点。好，那我们来进入到第四抽的一个部分了。好，第四抽来看看几率，蓝色的彩色没问题，第四抽直接中到大奖 zero。 但是这个账号玄哥他已经有 zero 了，帮他抽个复制人。好好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第五抽，接下来第五抽之后我们就十连抽来抽咯。好，希望这个是大奖哦，不会大奖连发吧？我哟，太神了吧！天哪，等等等等，好，这个是谁？欧布还是哦迪迦？那已经确定他会有这个三大奖了。好，太好了，那接下来我就十连抽来抽一次看看，来看看哪一种几率比较好。哎，那这一次很值得抽哎。大奖直接哇！哎，第一个就黄色是怎样？好，来看一下。哦，没有 new， 没有哦。等一下，第一个根本就是大奖啊，所以就是大奖三连发。哦，等等，还有等等，迪迦直接来了两个是怎样？哇，太扯了吧！剩下五次，我决定一次一次抽。天哪，这个几率我觉得可以抽哎。今天真的有加倍到的一个感觉啊！等等，就一张大奖，太虐了。欸，今天真的加倍到不要不要的欸。我因为这个不是我的账号，所以我想说比较有公信力，因为平常我的账号可能被官方控制，我也不知道。但这是玄哥的账号啊，所以应该还蛮准的吧，就是这个几率算是普通人的几率。你们抽卡的几率是怎么样，都欢迎在这部影片底下那个留言分享一下，我想要知道大家的几率是不是都跟我一样好。好，我们剩三抽就要保底了，看有没有机会在保底之前再拉一张1%大奖欧布出来呢。哦，哇，不会吧，欧布在前面吗？欧布是你，欧布，哇，说来就来欸，这个抽卡机坏掉了吧，天哪。这抽卡机怎么回事，太扯了。好，还有一抽，会不会大奖连发呢？大奖就再来一张吧，创造奇迹吧。呵，哦，没有红色的。好，那我们确定在这里就保底再抽一张哦。好，那就有这个欧布复制人。欧布复制人其实对欧布当队长来讲还蛮必要的，因为你们知道吗，欧布开下去他的那个增伤就超夸张了，所以练复制人是完全可以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统计一下今天加倍到底抽到了几张大奖。哇，这个是丰收啊。所以今天要抽的真的是还蛮建议的欸。好，那我们来哦，我们直接来看今天的抽奖结果，大家可以从这边开始看。我们总共抽了20抽，总共有1、2、3、4，然后5、6、7，20抽有7抽是大奖。我们来算一下这几率，欸，直接乘以5， 35% 的几率。哇，直接超过他表面上面看到的 22.5%、欸，哇，所以我算是欧洲值，对，那 22.5% 是平均值。那大家都抽的怎么样，都欢迎在这部影片底下留言一起分享。
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。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关于的抽卡影片的话，别忘了按下你的订阅键、九分小铃铛。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话，就立刻通知你。我是王凯，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